这里是5841 Roswell Road， 这地方交通非常繁华的地方。这地方很不错，附近的收入都非常好。他这个附近有一家这个什么空地，准备要盖什么房子还怎么回事？这个没空地，然后这个地方交通是非常好了，是不错了。前面一个那Shell gas station 汽油站，啊，然后那个这个地方是，这条路叫 Roswell 路，这个路是非常非常繁华的路，前面那个桥看见吗？前面的桥是就是400号，那个285 ，OK， 285那个高速公路，这地方非常好。当然，这里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地方？那个缺点就是它这地方好像要隐蔽了点，甚进去了点。你像前面这个楼就比较好一点，这个楼的话就比较这个，前面这像黑楼就比较好一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走一圈好不好？我拿着录像机走一圈，我走一圈看看啊。对面一家餐馆，对面餐馆好像是倒闭了，怎么回事？对面餐馆好像怎么没有人了？然后呢，这里这个空地，然后呢，这个Carol King 应该是饭店嘛，怎么也没有一个人哈。这里是那个按摩店，这里还有一个空的。那个好像也是饭店，那是做头发的。然后呢，我绕一圈啊，绕一圈看看。这个是很荒凉的邻居。对，我沿着他那个，沿着这个走一圈，好吧，沿着他的房子走一圈，这里个那个叫 drive through， 但是这个里面小伙子里面没事干，没客人。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离高速公路太近了点，所以他刚又躲避了点，这个隐蔽了点。好，我走一圈啊，我看能不能走过去。这后面车当然都是员工的车了，对吧？后面车员工的车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5841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 GPS 上找不出来，我 GPS 只有那个7000多号，后来我是找到7000多号这么一点走过来的。好，我从后面绕一圈过来了。对，这小小的一个那个商业楼吧，就这个，对的。这人附近收入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就是唯一缺点就是离高速公路稍微进来出来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出来怎么没有人进来。好，我转了一圈出来了。现在中午，现在时间啊，现在时间是2:31，5月8号，星期三，好吧，再看看，对，看就这个小楼，它这个地方是怎么还是怎么
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是这个车子怎么不多哎。这个附近呢也没有很大的这个商场，就说比方说这个店子如果边上一个很大的沃尔玛的，很大个什么 Publix， 别人就会过来 Target 就过来，这个人单独的这里一个独立的，所以他这个客户也不是很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嗯，是吧？这里是一个吃的，一个做头发的，一个按摩的，一个空的，那边还是个吃的。就这个店的话，没有什么综合的。OK， 好吧，祝你成功，好吧，谢谢。OK， 拜。